是宋云桦。大家好，我是刘宇豪，非常开心今天来拍摄《L》杂志。理想中的婚礼应该是希望可以办在户外，然后在可能草原啊、森林啊，然后有花啊，觉得这样就蛮浪漫。理想的婚礼的话，我希望可以在海边，或是像学宋云桦在森林，希望大家是可以真的营救在这个派对里面，然后可以享受结婚这个仪式。理想中的另外一半，希望他可以包容我、体谅我跟好好的爱我就好了。对。我希望他可以独立一点，因为我有时候真的在工作，没有这么多时间可以陪在他身边。但有时候又希望他可以撒娇，有时候自己会蛮像大男人的，我不知道这好还是不好，但有时候自己就是这样。汪正祥如果求婚的话，他应该是就是说，你愿意让我继续支持珍妮吗？我感觉恩配就是这样。对啊，恩配哪会啊？